有请专业评审登台。张卫健一票，谢谢，谢谢。张卫健两票，继续。张卫健三票，沙宝亮一票，继续。张卫健老师五票，六票，厉害，谢谢。七票，张卫健老师八票。张卫健老师九票，一旦超过26票就直接获胜。张卫健老师10票，11票。哦。沙宝亮老师2票，张卫健老师12票，沙宝亮老师3票，13票，张卫健老师，沙宝亮老师4票，5票。接下来票数会不会有所翻转？沙宝亮老师6票，7票，你们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。沙宝亮老师8票，谢谢。沙宝亮老师9票，10票，11票。来SOUL聊兴趣不孤单，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。你的健康我守护，大胆走上追光路。本节目由天猫好药特约赞助播出。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关注追光吧官方微博，一起分享美好生活。追光吧也可进入追光吧话题页，发表追光舞台鉴赏观后感，每周解锁追光美好生活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。来SOUL聊兴趣不孤单，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。你的健康我守护，大胆走上追光路。本节目由天猫好药特约赞助播出，谢谢。沙宝亮老师9票，10票，11票，15票，张卫健老师16票，谢谢。张卫健老师17票，谢谢。18票，不着急，我们还有评委没有做出选择。张卫健19票，张卫健20票，谢谢。哦，张卫健老师21票，张�weiJian老师22票，张�weiJian老师24票，一旦超过26票就直接获胜。25票。谢谢。超过了26票，谢谢。27票，感谢。张卫健老师28票。张卫健老师29票，谢谢你。30票，谢谢。31票，张�weiJian老师34票，35票，沙宝亮老师15票，16票，最终沙宝亮老师16票，张卫健老师35票，恭喜张卫健老师成为追光榜年度最强追光者，恭喜张卫健。谢谢兄弟们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冠名商代表张发坤先生，将象征着最高荣誉的奖杯交到张卫健的手中。谢谢张先生，感谢我们本期的冠名商SOUL APP 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有请张卫健先生发表获奖感言。啊，参加我入行的时候参加歌唱比赛，拿了一个冠军之后，就再也没有怎么拿过奖。坦白说，在乐坛我没有拿过什么奖，在演戏方面也没有拿过什么奖，但是一直以来支撑着我的还是那句话，那一颗心。我做任何事情我都尽量把整颗心掏出来，为了这个舞台，我为了每一次的演出真心的去对待每一首歌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